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第四案之三读，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一条，为增进动物用药品品质，维护动物健康健全畜牧事业发展，特制定本法。第三条，本法所称动物用药品，指下列各款之一之原料药、制剂及成药：一、依微生物学、免疫学或分子生物学学理制造，专攻预防治疗动物疾病之生物药品；二、专攻预防治疗动物疾病之抗生素；三、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指定，专攻诊断动物疾病之诊断剂；四、前三款以外，专攻预防治疗动物疾病，促进或调节其生理机能之药品。第三条之一，本法所称制剂，指以原料药经加工调制，制成一定剂型及剂量之动物用药品。制剂之制型种、剂型种类，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制剂分为兽医师所处方药品及非处方药品，前项兽医师所处方药品之品目、买卖条件、使用方式、处方签记载事项、保存贩卖应记录资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五条，本法所称动物用禁药，指动物用药品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一、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禁止制造、调剂、输入、输出、贩卖或陈列；二、未经核准擅自输入，但旅客或随交通工具服务人员携带第三条第一款以外动物用药品入境，供自家宠物使用，且符合一定种类、剂型及数量者，不在此限。前项第二款之一定种类、剂型及数量，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财政部公告之。第十二条之二，动物用药品之标签及防单，应依核准分别记载下列事项：一、动物用；二、厂商名称及地址；三、品名及许可证字号；四、有效成分、含量、用法及用量；五、主治效能、性能或适应症；六、副作用、禁忌及其他应注意事项；七、停药期间；八、制造日期及批号；九、有效期间或失效日期；十、其他应记载事项。前项各款记载事项，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核准免予记载者，不在此限。第十四条，制造或输入动物用药品许可证有效期间最长为五年，期满仍拟继续制造或输入者，应于期限届满之日前二个月至六个月内，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转延，每次转延期间不得超过五年，届期未办理转延或不准转延者，原许可证失效，由中央主管机关刊登政府公告。在前项许可证有效期间内，基于维护动物人体健康或其他重大原因，中央主管机关得重新评估该动物用药品，并限制其使用方法范围，必要时得废止前项许可证。中央主管机关为审查输入动物用药品许可证之申请，转延依前项规定重新评估，或因应其他实际需要，得派员至该动物用药品之国外制造厂查核之。所需费用应依相关法令规定，并由经营该动物用药品之输入业者负担。第十四条之三，学术研究机构或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试剂动物用药品样品，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者，得免申请检验登记及核发动物用药品许可证，其应于核准试剂之动物用药品样品容器上，粘贴中央主管机关核发之专用标签，且不得移作他用。前项动物用药品样品执行田间试验，应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时得为之。第一项核准之程序，应检附文件、核准条件、试剂场所、专用标签粘贴方式与前项核准之程序，应检附文件、核准条件、试验场所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十六条，制造动物用药品，应于动物用药品制造厂为之，但经中央主管机关依第十四条之三第一项规定核准试制者，不在此限。动物用药品制造厂应依动物用药品制造厂设厂标准设立，并依有关法规办理工厂登记。前项设厂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中央工业主管机关定之。第十六条之一，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应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使得委托或接受委托制造动物用药品，
前项委托与受委托制造应具备之资格、条件、核准之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十九条，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应向所在地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申请，经审查合格并核发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许可证后，使得登记营业。前项许可证有效期间最长为五年，期满仍拟继续贩卖者，应于期限届满之日前二个月至六个月内，向所在地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申请核准展延。每次展延期间不得超过五年，届期未办理展延或不准展延者，原许可证失效。前二项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许可证应具备之申请资格、条件、核发、补发、换发、转延、废止许可证，应记载事项与变更登记营业场所之设施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陈列或贩卖之动物用药品，需源自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或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并以能证明其来源者为限。第十九条之一，动物用药品之标示、宣传或广告，限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或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使得为之。前项动物用药品之标示、宣传或广告中，不得表示、暗示或影射具有超越登记内容范围、虚伪、夸张之成分或效能。非动物用药品不得为具有预防、治疗动物疾病或促进调节动物生理机能之标示、宣传或广告。采访、报道或宣传其内容暗示或影射具有治疗、预防动物疾病或促进调节动物生理机能之效能者，视为前三项锁定广告。第二十条，动物用药品应粘贴标签及附加访单，但因治案难行，经申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以其他方式提供标签或访单者，不在此限。第二十一条，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不得分装动物用药品，但输入大包装动物用药品于分装前经申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且符合下列规定者，不在此限：一、由经核准登记之动物用药品制造厂执行分装；二、以原厂盘贩卖；三、标签访单除一第十二条之二规定记载外，并应记载负责分装者之名称、地址。四、粘贴分装标志封签，前项但数之分装应由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派员监督之。第二十四条，经核准制造之动物用药品，如输出国外时，应于输出前由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申请中央主管机关发给输出证明书。第三十二条之一，动物用原料药以提供或授予制造含有该项原料药之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使用为限，但输入动物用原料药经申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得授予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而转售制造含有该项原料药之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且每批以转售一次为限。第三十二条之二，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及输入业者，应于每年一月及七月底前，将前六个月制造或输入，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动物用药品种类、数量、销售量及销售对象等资料，报请所在地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备查，并将该资料保存三年。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应于每年二月底及八月底前，将前项资料汇报中央主管机关。第三十二条之三，禽畜水产养殖业者及饲料制造业者，不得将下列制剂或药品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饲料中：一、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或第四款锁定动物用胃药；二、动物用禁药；三、前二款以外来历不明之动物用药品制剂。四、人用药品制剂；五、动物用或人用药品原料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移动、转让或供屠宰、未食用而加工或食用：一、禽畜水产类动物上市前，经检验含有特定动物用禁药；二、前款情形以外之禽畜水产类动物或其乳蛋及其他供食用之产品上市前，经检验未符合动物用药残留标准之规定。禽畜水产类动物经检验有前项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申请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重新检验。属前项第一款之禽畜水产类动物，其申请重新检验，并应于一定期间内为之。
未于一定期间内申请重新检验，或经重新检验不合格者，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应令禽畜、水产养殖业者于七日内为化制、堆肥、销毁或其他必要之处置。禽畜、水产类动物或其乳蛋及其他供食用之产品，有第二项各款情形之一者，应由禽畜、水产养殖业者明确标示以供辨识；第二项第一款之特定动物用禁药；第三项之一定期间及前项标示方式，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第三项重新前检验所需费用，应依相关法令规定，并由禽畜、水产养殖业者负担。第三十三条，制造或输入动物用胃药或禁药者，除有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但书所定情形外，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450万元以下罚金。犯前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伤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过失犯第一项之罪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币50万以下罚金。第一项之未遂犯罚之。第三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万以下罚金：一、违反第十四条之三第一项规定，将市制指动物用药品样品移作他用；二、违反第十四条之三第二项规定，未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擅自执行田间试验；三、违反第十九条之一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为动物用药品之标示、宣传或广告；四、违反第十九条之一第一项、第三项规定，非动物用药品为相关效能之标示、宣传或广告；五、饲料制造业者违反第三十二条之三第一项规定，将该项各款锁定药品或制剂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饲料中，饲料制造业者于一年内再次违反第三十二条之三第一项规定，将该项第一款至第四款锁定药品或制剂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饲料，处新台币150万元以上750万元以下罚锾。有第一项第一款、第二款、第五款或第二项行为致危害人体健康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5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金。违反第一项第五款或有第二项规定情形者，主管机关应公布该业者之名称、地址、负责人姓名及违规情节。第四十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90万元以上45万元以下罚锾：一、禽畜或水产养殖业者以外之人，违反第三条之一第四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处方药品之买卖条件、使用方式、处方签记载事项、保存或贩卖应记录资料之规定；二、违反第七条第三项规定，擅自转让或转售自用原料；三、违反第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将专供输出之动物用药品于国内贩卖或移作他用；四、违反第十三条规定，擅自变更原登记事项；五、违反第十四条之二、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项或禽畜及水产养殖业者以外之人员，违反第二十六条第三项规定。六、违反第十四条之三第一项规定，位于核准试制之动物用药品样品容器上粘贴中央主管机关核发之专用标签；七、违反依第十四条之三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专用标签粘贴方式或试验场所之规定；八、违反依第十六条第三项锁定标准中有关厂房、作业场所、检验场所、储存场所之建筑、环境、设备、设施或措施之规定；九、违反第十六条之一第一项规定，未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擅自委托其他制造业者制造或接受委托制造动物用药品；十、违反第十七条规定，未聘请兽医师或药剂师；十一、违反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未取得许可证而擅自营业；十二、违反依第十九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许可证之变更申请、悬挂处所、推销员服务证或识别证之制发、佩戴、出示、停业、复业或歇业之申报、药品管理技术人员之资格、训练、营业场所之环境设备、药品之储存、运送、操作或登录、告知义务不良反应案例通报或贩售资料提供之规定。
十三，违反第十九条第四项规定，陈列或贩卖非原资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或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之动物用药品或无法证明其来源之动物用药品。十四，违反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分装动物用药品。十五，违反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规定，或违反依同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样品赠品之标示、簿册之设置、记录或保存之规定。十六，禽畜或水产养殖业者以外之人，违反依第三十二条锁定准则中有关药品之使用对象、用途、用法、用量、提要其注意事项、使用者资格、簿册之设置、记录或保存之规定。十七，违反第三十二条之一或第三十二条之二第一项规定。有前项第五款违反第十四条之二行为，致危害人体健康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二百五十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罚金。违反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规避妨碍或拒绝提供不符合本法规定动物用药品之来源相关资料或提供不实资料者，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锾。第四十条之一，禽畜或水产养殖业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六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锾：一、违反第三十二条之三第一项规定，将该项第一款至第四款锁定药品或制剂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饲料中；二、违反第三十二条之三第二项第一款规定，将动物移动、转让或供屠宰未使用而加工或食用。三、违反第三十二条之三第三项规定，未依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命令，于七日内为化制、堆肥、销毁或其他必要之处置。禽畜或水产养殖业者于一年内再次违反第三十二条之三第一项规定，将该项第一款至第四款锁定药品或制剂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饲料中，处新台币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五十万元以下罚锾。有第一项第一款第二款或前项行为致危害人体健康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二百五十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罚金。违反第一项第一款或由第二项规定情形者，主管机关应公布该业者之名称、地址、负责人姓名及违规情节。第四十条之二，禽畜或水产养殖业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锾：一、违反依第三条之一第四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处方药品之买卖条件、使用方式或处方间保存之规定；二、违反第二十六条第三项规定；三、违反依第三十二条锁定准则中有关药品之使用对象、用途、用法、用量、停药其注意事项、使用者资格、簿册之设置、记录或保存之规定；四、违反第三十二条之三第一项第五款规定，将动物用或人用药品原料药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饲料中；五、违反第三十二条之三第二项第二款规定，将动物或其成品移动、转让或供屠宰未食用而加工或食用；六、违反第三十二条之三第四项规定，未依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方式为之。违反前项第一款至第四款规定者，主管机关应公布该业者之名称、地址、负责人姓名及违规情节。第四十三条，依本法查获之动物用劣药，未依第二十九条规定限期改制或退货者，得没入销毁之。宣读完毕。好，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现有李委员立芬提出文字修正意见，请李委员立芬发言。针对动物用药品管理法部分修正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按第四十条之二第一项第一款着作文字修正，增列顿号，买卖条件使用方式修正为买卖条件顿号使用方式。好，谢谢李委员。那么报告院会，针对刚才提出的文字修正意见有异议？好，没有异议，那我们就照所提意见做文字修正。那么
我们三读条文已经宣读文字也做了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动物用药品管理法增订第十四条之三、第十九条之一、第四十条之一及第四十条之二条文，并将第一条、第三条、第三条之一、第五条、第十二条之二、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之一、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二条之一至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及第四十三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我们审查会有做附带决议，我们继续处理审查会所做之附带决议，请议事人员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通过附带决议一项，鉴于本次动物用药品管理法修正为强化动物用药品管理，原第三十二条之三不得使用来历不明、未经主管机关核准输入之动物用制剂或人用药品，供防治动物疾病或调节生理机能。文字规范均以伪药、禁药区分管理，以明确责任归属。目前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公告受体素贝塔Agonis 包括沙丁胺醇、特布他林、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等，为禁止制造、调剂、输入、输出、贩卖或陈列供产食动物 （food producing animals） 使用之毒害药品。为避免乙型受体素之相关进口、制造、使用业者和农民因条文删除调节生理机能导致误用，原要求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应于本次修法公告时加强说明乙型受体素为台湾动物用禁药，除牛只使用之含药物、饲料添加物外，不得输入、制造、贩卖、使用。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附带决议之内容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附带决议就照案通过。现在我们继续处理讨论事项第五案。讨论事项第五案，军事教育条例修正第六条、第十六条及增订第二十一条之二条文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于105年6月15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由刘召集委员释方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邀请国防部副部长李喜明等就行政院提案提出报告，另请教育部等机关派员练习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即对访案进行逐条审查及缜密讨论。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后，将全案审查完竣。原决议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蔡委员适应补充说明。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请蔡委员适应补充说明。好，不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无异议。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军事教育条例，请宣读条文第六条。第六条，进修教育以增进现职国军军官及士官官科专业专长学能为宗旨，于军事学校或军事训练机构依官科或职类分设正规班、专业专长班办理之，并得协调专科以上学校办理进修。前项正规班、专业专长班之设立于课程标准、学员资格、修业期限及授予军事学资等事项，由国防部定之。宣读完毕。第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十六条。
第十六条，国防部为储备军官人力来源，得依国民教育法及高级中等教育法规定之标准，设预备学校，前向学校分设国中部及高中部，其设立、设备、师资、课程纲要、学生资格、修业年限、毕业资格、毕业证书发给等事项，依教育法令规定办理。学籍管理应报由学校所在地之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备查。国中部、高中部学生入会办法由国防部会同教育部定制，但国中部不适用国民教育法第六条之规定。宣读完毕。第十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增订第二十一条之二。第二十一条之二，为提供志愿役、现役军人多元之进修管道，国防部得协调专科以上学校于营区内开设学位在职专班，不受大学法第二十四条及专科学校法第三十一条公开名额方式之限制，前向在职专班招生名额方式资格办理时程、招生委员会组成方式、录取原则及其他有关考生权利义务事项之办法，由国防部会同教育部定之。宣读完。增订第二十一条之二，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由民主进步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好，没有异议。那么我们就请先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六条，进修教育以增进现职国军军官及士官官科专业专长学能为宗旨，于军事学校或军事训练机构依官科或职类分设正规班、专业专长班办理之，并得协调专科以上学校办理进修。前项正规班、专业专长班之设立于课程标准、学员资格、修业期限及授予军事学资等事项，由国防部定之。第十六条，国防部为储备军官人力来源，得依国民教育法及高级中等教育法规定之标准，设预备学校，前向学校分设国中部及高中部，其设立、设备、师资、课程纲要、学生资格、修业年限、毕业资格、毕业证书发给等事项，一教育法令规定办理。学籍管理应报由学校所在地之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备查。国中部、高中部学生入学办法由国防部会同教育部定之，但国中部不适用国民教育法第六条之规定。第二十一条之二，为提供志愿役、现役军人多元之进修管道，国防部得协调专科以上学校于营区内开设学位在职专班，不受大学法第二十四条及专科学校法第三十一条公开名额方式之限制，前向在职专班招生名额方式、资格办理时程、招生委员会组成方式、录取原则及其他有关考生权利义务事项之办法，由国防部会同教育部定之。宣读完。好，谢谢。那么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好，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军事教育条例增订第二十一条之二条文，并将第六条及第十六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我们继续讨论事项第六案，财团法人农民农券基金会一百零五年度预算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于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刘兆吉委员释方担任主席，国军退出于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祥宙等应邀列席说明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随即进行实质审查及缜密讨论。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与交换意见后，达成共识，将财团法人农民农券基金会预算审查完竣。原经决议，财团法人农民农券基金会一百零五年度预算书案审查完竣，审查结果停报院会，院会进行二读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王委员定语做补充说明。宣读完毕。好，现在我们请召集委员王委员定语补充说明。好，不说明。那么本案
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没有异议。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请宣读财团法人农民农券基金会预算案，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财团法人荣民荣券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一、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支部分，依收入总额照列；二、支出总额改列为6912万7000元；三、本期短处改列为3304万7000元。通过三、通过决议十项，宣读完毕。好，谢谢。那么我们就照审查会意见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没有异议。那么请宣读经过二读之内容。财团法人荣民荣券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宣读完毕。好，三读内容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好，没有文字修正。那么我们做以下决议：财团法人农民农券基金会105年度预算案，照审查报告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七案：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第一条及第一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分别于105年5月2日、16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段召集委员宜康担任主席，邀请立法院秘书长林志嘉报告并被质询，附邀请相关机关指派代表列席说明及答复委员询问。经报告及询答完毕后，即进行逐条审查，经缜密思考反复研讨，将本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院会讨论时由段召集委员宜康出席说明，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宣读完毕。现在我们进行补充说明，请召集委员段委员宜康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现有国民党党团提出异议：一、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8条第二项规定，本案作如下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八案，通讯传播基本法第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交通委员会于105年5月9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召集委员陈学生担任主席审查本案。经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任委员石世豪列席，率同相关人员说明及回应委员提案。审查过程中，除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外，文化部等已派员列席。与会委员于听取主管机关详细说明及询答后，对本案进行讨论，原完成审查。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本会召集委员陈学生补充说明。宣读完毕。好，谢谢。那么我们现在请召集委员陈委员学生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没有异议。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通讯传播基本法宣读第一条。第一条，为因应科技汇流，促进通讯传播健全发展，维护国民权利，保障消费者利益，提升多元文化，平衡城乡差距，特制定本法。宣读完毕。
第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好，没有异，那么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一条，为因应科技汇流，促进通讯传播健全发展，维护国民权利，保障消费者利益，提升多元文化，平衡城乡差距，特制定本法。宣读完毕。那么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好，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通讯传播基本法第一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我们继续讨论事项第九案，为新广播电视法第6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交通委员会于105年5月9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召集委员陈雪生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政委员陈欧博署名提案要旨，并经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任委员石世豪列席，率同相关人员说明及回应前阶委员提案。审查过程中，除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外，文化部等亦派员列席。与会委员于听取主管机关详细说明及询答后，对本案进行讨论，原完成审查。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本会召集委员陈雪生补充说明。宣读完毕。现在我们邀请召集委员陈委员雪生补充说明。好，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过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卫星广播电视法，请宣读条文第64条。第64条，他类频道节目供应事业之经营许可、营运管理、节目及广告管理权利保护，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准用第4条、第5条、第6条第1项、第4项、第8条第1项至第5项、第9条、第10条第1项、第3项、第11条第1项、第12条至第19条、第21条至第23条、第25条至第34条、第35条第1项、第36条、第37条、第39条至第41条、第42条第3项至第6项、第43条至第45条规定，本法中华民国104年12月18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前，经营他类频道节目供应事业者，应于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二年内，依规定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本法中华民国104年12月18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前，经营他类频道节目供应事业者，未于前项期限内提出申请，于期限届满之日起不得继续经营。本法中华民国104年12月18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前，经营他类频道节目供应事业者，于第二项规定期限内提出申请经驳回，自驳回处分送达之日起一个月后，不得继续经营。宣读完毕。第64条条文修正案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64条，他类频道节目供应事业之经营许可、营运管理、节目及广告管理权利保护，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准用第4条、第5条、第6条第1项、第4项、第8条第1项至第5项、第9条、第10条第1项、第3项、第11条第1项、第12条至第19条、第21条至第23条、第25条至第34条、第35条第1项、第36条、第37条、第39条至第41条、第42条第3项至第6项、第43条至第45条规定，本法中华民国104年12月18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前，经营他类频道节目供应事业者，应于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二年内，依规定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本法中华民国104年12月18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前，经营他类频道节目供应事业者，未于前项期限内提出申请，于期限届满之日起不得继续经营。本法中华民国104年12月18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前，经营他类频道节目供应事业者，于第二项规定期限内提出申请经驳回，自驳回处分送达之日起一个月后，不得继续经营。宣读完毕。好，谢谢。那么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好，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卫星广播电视法第64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10案，发展观光条例第5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交通委员会于105年5月4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召集委员叶宜津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委员叶宜津说明提案要旨，交通部政务次长曾大仁等说明及回应本案。本次会议经说明及询答完毕，决议令定期继续审查。本院交通委员会复于105年5月18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仍由召集委员叶宜津担任主席，继续审查本案。审查过程中，除交通部外，法务部、内政部亦均派员列席。与会员于听取主管机关详细说明及询答后，对本案进行缜密讨论，原完成审查，另通过附带决议一项。院会讨论前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交通委员会召集委员叶宜津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谢谢。那我们现在请召集委员叶委员于津补充说明。好，没有补充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好，没有异议。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发展观光条例，请宣读条文第55条。第55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情节重大者，得废止其营业执照。一、观光旅馆业违反第22条规定，经营核准登记范围外业务；二、旅行业违反第27条规定，经营核准登记范围外业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一、旅行业违反第29条第一项规定，未与旅客订定书面契约；二、观光旅馆业、旅馆业、旅行业、观光游乐业或民宿经营者，违反第42条规定，暂停营业或暂停经营未报警被查，或停业期间届满未申报复业。观光旅馆业、旅馆业、旅行业、观光游乐业或民宿经营者，违反本条例所发布之命令，是情节轻重，主管机关得令限期改善，或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未依本条例领取营业执照而经营观光旅馆业务、旅行业务或观光游乐业务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并勒令歇业；未依本条例领取登记证而经营旅馆业务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并勒令歇业；未依本条例领取登记证而经营民宿者，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锾，并勒令歇业。观光旅馆业、旅馆业及民宿经营者，擅自扩大营业客房部分者，其扩大部分观光旅馆业及旅馆业，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锾；民宿经营者，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扩大部分并勒令歇业。经营观光旅馆业务、旅馆业务及民宿者，依前4项规定经勒令歇业仍继续经营者，得按次处罚。主管机关并得移送相关主管机关，采取停止供水供电、封闭、强制拆除或其他必要可立即结束经营之措施，且其费用由该违反本条例之经营者负担。违反前5项规定情节重大者，主管机关应公布其名称、地址、负责人或经营者姓名及违规事项。宣读完毕。好，谢谢。那么发展观光条例第55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好，没有异。那么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情节重大者，得废止其营业执照。一、观光旅馆业违反第22条规定经营核准登记范围外业务；二、旅行业违反第27条规定经营核准登记范围外业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一、旅行业违反第29条第一项规定未与旅客订定书面契约；二、观光旅馆业、旅馆业、旅行业、观光游乐业或民宿经营者违反第42条规定暂停营业或暂停经营未报请备查，或停业期间届满未申报复业；观光旅馆业、旅馆业、旅行业、观光游乐业或民宿经营者违反依本条例所发布之命令，是情节轻重，主管机关得令限期改善，或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未依本条例领取营业执照而经营观光旅馆业务、旅行业务或观光游乐业务者，处新台币10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并勒令歇业。未依本条例领取登记证而经营旅馆业务者，处新台币10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并勒令歇业。未依本条例领取登记证而经营民宿者，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勒令歇业。观光旅馆业、旅馆业及民宿经营者擅自扩大营业客房部分者，其扩大部分观光旅馆业及旅馆业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锾；民宿经营者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扩大部分并勒令歇业。经营观光旅馆业务、旅馆业务及民宿者，依前四项规定经勒令歇业仍继续经营者，得按次处罚，主管机关并得移送相关主管机关，采取停止供水、供电、封闭、强制拆除或其他必要可立即结束经营之措施，且其费用由该违反本条例之经营者负担。违反前五项规定情节重大者，主管机关应公布其名称、地址、负责人或经营者姓名及违规事项。宣读完毕。那么，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发展观光条例第55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我们继续处理审查会所做之附带决议，请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附带决议项，对于本条例第55条第9项之情节重大者，其认定由主管机关订定于发展观光条例裁罚标准。宣读完毕。针对附带决议之内容，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我们就照案通过。现在继续处理第讨论事项第11案，停车场法修正第32条。第37条及增订第40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交通委员会于105年5月4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召集委员叶已经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委员李坤泽、洪慈庸说明提案要旨，交通部政务次长曾大仁等说明及回应前阶委员提案。本次会议经说明及询答完毕，决议另定期继续审查。本院交通委员会复于106年5月18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仍由召集委员叶已经担任主席继续审查本案。审查过程中，除交通部外，法务部等业均派员列席。与会员于听取主管机关详细说明及询答后，对本二案进行缜密讨论，原并案完成审查。与会讨论前无需交由党团协商，与会讨论本案时由交通委员会召集委员叶已经补充说明。宣读完毕。现在我们请召集委员叶委员已经补充说明。好，不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停车场法，请宣读条文第32条。
第32条，汽车驾驶人于公共停车场应依规划之位置停放车辆，如有任意停放至妨碍其他车辆行进或停放者，主管机关、警察机关或停车场经营业得进行将该车辆移置至适当处所，前项任意停放如为占用身心障碍者专用停车位者，停车场经营业应通报主管机关或警察机关。公共停车场依法令规定设置供特定对象使用之停车位，未具有相关车位停车之识别证明者不得停放。主管机关未确认违规占用车辆驾驶人或所有人身份，得向公路主管机关申请车籍资料。宣读完毕。第32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37条，维持现行法条文，请宣读增订第40条之一。第40条之一，停车场经营业违反第32条第二项规定，经主管机关通知限期改善而届期不改善者，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违反第32条第三项规定，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锾。宣读完毕。增订第40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那么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32条，汽车驾驶人于公共停车场应依规划之位置停放车辆，如有任意停放或致妨碍其他车辆行进或停放者，主管机关、警察机关或停车场经营业得进行将该车辆移置至适当处所，前项任意停放如为占用身心障碍者专用停车位者，停车场经营业应通报主管机关或警察机关。公共停车场应法令规定设置供特定对象使用之停车位，未具有相关车位停车之识别证明者不得停放。主管机关未确认违规占用车辆驾驶人或所有人身份，得向公路主管机关申请车籍资料。第40条之一，停车场经营业违反第32条第二项规定，经主管机关通知限期改善而届期不改善者，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违反第32条第三项规定，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锾。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好，没有，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停车场法增订第40条之一条文，并将第32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12案，铁路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交通委员会于105年4月25日举行决定委员会议，由召集委员陈雪生担任主席，并案审查本案。会中委员李鸿钧、赵振宇及郑丽君说明提案要旨，交通部政务次长曾大仁等说明及回应。本次会议经说明及询答完毕，决议另定期继续审查。本院交通委员会复于105年5月25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仍由召集委员陈雪生担任主席，继续并案审查。审查过程中，除交通部外，法务部等亦均派员列席。与会员于听取主管机关详细说明及询答后，对本案进行缜密讨论，原完成审查。与会讨论前无需交由党团协商，与会讨论本案时，由交通委员会召集委员陈雪生补充说明。宣读完毕。现在我们请召集委员陈委员雪生补充说明，没有说明。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那么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铁路法宣读条文第62条。
第62条，铁路经构依行车及其他事故致人死亡、伤害或财物毁损丧失时，负损害赔偿责任。前项铁路行车及其他事故之发生，如能证明非由于铁路机构之过失者，对于人之死亡或伤害，仍应酌给续金或医药补助费。但事故之发生系出于受害人之故意或过失行为者，不在此限。前二项损害赔偿续金或医药补助费发给基准方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交通部定之。宣读完毕。第62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65条。第65条，购买车票加价出售或换取不正利益图利者，按车票张数除每张车票价格之5倍至30倍罚锾，加价出售车票或取票凭证图利者一同。以不正方法将虚伪资料或不正指令输入电脑或其相关设备而购买车票，取得订票或取票凭证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并科新台币300万以下罚金。宣读完毕。第65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70条。第70条，行人、汽车驾驶人或牲畜占有人违反第57条第二项至第四项或第64条准用第57条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之一者，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宣读完毕。第70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71条。第7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750万元、7500元以下罚锾：一、列车行驶中攀登、跳车或攀附随行；二、列车行驶中坐立出入台阶或妨碍关闭或擅自开启车门不听禁止；三、无故滞留或乘坐与不提供载客服务之车厢或机车，自身危害安全之余不听劝离；四、不按规定处所出入车站或上下车不听劝阻；五、未经许可在车厢或站区内向旅客或公众募捐、销售物品或散发广告物品不听劝阻；六、拒绝铁路站车人员查票；七、于车厢或站区随地吐痰槟榔汁，抛弃纸屑任意装贴物品或其他未经允许书写污秽车厢站区或路线设备之行为；八、除依法令规定外，未经许可或未依铁路机构规定携带动物进入站区或车厢不听劝阻；九、未经许可在铁路站区范围内设摊、搭棚架或摆设宴席不听劝阻；十、滞留于车站出入口验票闸门、售票机、电扶梯或其他通道，致妨碍旅客通行或使用不听劝离；十一、无故躺卧于车厢内或月台上之座椅不听劝阻。有前项或第68条之一各款情形之一者，铁路站车人员并得视情节强制其离开站车或铁路区域，其未乘车区域之运费区间之运费不予退还。宣读完毕。第71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那么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好，没有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62条，铁路机构因行车及其他事故致人死亡、伤害或财物毁损丧失时，负损害赔偿责任。前项铁路行车及其他事故之发生，如能证明非由于铁路机构之过失者，对于人之死亡或伤害，仍应酌给续金或医药补助费。但事故之发生系出于受害人之故意或过失行为者，不在此限。前二项损害赔偿续金或医药补助费发给基准方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交通部定之。第65条，购买车票加价出售或换取不正利益图利者，按车票张数除每张车票价格之5倍至30倍罚锾，加价出售车票或取票凭证图利者一同。以不正方法将虚伪资料或不正指令输入电脑或其相关设备而购买车票，取得订票或取票凭证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并科新台币300万以下罚金。
第七十条，行人、汽车驾驶人或牲畜占有人违反第五十七条第二项至第四项或第六十四条准用第五十七条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之一者，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第七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罚锾：一、列车行驶中攀登、跳车或攀附随行；二、列车行驶中坐立出入台阶或妨碍关闭或擅自开启车门不听禁止；三、无故滞留或乘坐与不提供载客服务之车厢或机车，自身危害安全之余不听劝离；四、不按规定处所出入车站或上下车不听劝阻；五、未经许可在车厢或站区内向旅客或公众募捐、销售物品或散发广告物品不听劝阻；六、拒绝铁路站车人员查票；七、于车厢或站区随地吐痰、槟榔汁、抛弃纸屑、任意装贴物品或其他未经允许书写污秽车厢站区或路线设备之行为；八、除依法令规定外，未经许可或未依铁路机构规定携带动物进入站区或车厢不听劝阻；九、未经许可在铁路站区范围内设摊、搭棚架或摆设宴席不听劝阻；十、滞留于车站出入口验票闸门、售票机、电扶梯或其他通道，致妨碍旅客通行或使用不听劝离；十一、无故躺卧于车厢内或月台上之座椅不听劝阻；有前项或第68条之一各款情形之一者，铁路站车人员并得视情节强制其离开站车或铁路区域，其未乘车区间之运费不予退还。宣读完毕。好，谢谢。那么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好，没有文字修正，我们做以下决议：铁路法第62条、第65条、第70条及第71条条文修正通过。报告院会，现在休息15分钟，休息之后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现在休息。